今天呢，咱们来拍一顿只吃跟紫色有关的食物，先来看看今天吃多少。第一个呢是紫色的麦丽素，没闭嘴呢，就还算一口。第二个是紫薯球，下一个呢是紫色的葡萄，无籽的酸甜合适。这个是紫色的小雪糕，差点又忘了，今天只能吃一口。最后一个呢是紫色的蛋糕卷，看颜值买的是紫薯蛋糕，多少有点噎人。今天忘了配个紫色小饮料了。带有紫色的食物，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呢？还想看我拍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